台湾人能够到这边受到漳州的乡亲大家照顾，他们能成功，我们很高兴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办这个活动呢，非常的基层，是百姓论坛呐、啊，讲的都百姓的话，食衣住行信仰都在里面，不谈国家大事，谈的太多，但是谈到我们的根，同根同源同文同种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成功，我们也希望呢，漳州这一方面更发挥更大的力量，把台湾的这些乡亲呢，大家共同一家人都回来看看，大家能够共同为，可以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呢再来努力，这里我特别的期待。所以台湾是从福建伸出去的，所以台湾跟福建来讲，可以说是两岸真的是非常的，大家讲两岸一家亲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请问各位猜谜的朋友，两岸一家亲的谜底是什么？常常讲两岸一家亲，它的谜底是什么？我认为啦，两岸一家亲的谜底是两岸一家人呐、啊，本来就是家人嘛。不是只有亲而已啊，所以台湾是从福建，对，台湾是从福建出来的嘛，所以台湾从福建出来的时候，这种亲，不管出来以后，你的政治制度、宗教信仰各方面都从这边过去，